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，但我偏偏生在那个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年代。从我走进爱新觉罗家族的那刻起，幸与不幸、爱与恨便纠缠了我的一生。我有幸被同时代最伟大的两个男人爱过，我不幸，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皇室、尊荣、权力，这些常人无法企及的东西，我轻而易举都拥有了。我被人羡慕，可又有谁知道，在这荣华巅峰的背后，我承受了怎样的沧桑和痛苦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1626年。宁远之战，努尔哈赤遭遇了毕生最惨重失败。Yeah!
努尔哈赤的好孩子，我达金有后人了。小小的宁远城，风寒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带你突围。贝勒爷，怎么样，找到大汗跟多尔衮兄弟了吗？贝勒爷，斯贝勒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回京。回京？傅寒生死未卜，朝中必定大乱，我要回去维护秩序。可以休息一下了，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。傅寒，傅寒，您不会有事的，我们一定要带您回圣京。我不行了，你们先走吧。傅寒，我们不会扔下您的。不好了，贝勒爷，前面好像有人追来了。多多，保护好傅寒，我去看看。哥，你小心啊。什么地方？我们是从科尔沁赶往圣京的。各位军爷，什么事啊？马车上什么人？马车上是我们家格格。你们的马车被征用了，赶紧下来。哎，快点！这是我们科尔沁莽古斯贝勒的孙女玉格格。玉儿。真的是你吗？
你是？我是多尔衮呢。多尔衮？撤！斯贝拉，撤！斯贝拉，鱼。贝勒爷，导航在前面。傅寒，您看谁来了？大寒，他是玉儿啊，芒果斯贝勒的孙女大玉儿。大寒，叔叔，快给大寒看病啊！哎，他是在下戳耳机，蒙古神医戳耳机，正是。注意警戒。斯贝勒，斯贝勒被明军的炮弹炸伤了腿。八哥，我扶你下来，让戳耳机叔叔给你治伤。不急，让我先接傅寒。傅寒，八哥来了。傅寒，孩儿不孝。你怎么样？孩儿看见傅寒被合围，想去救傅寒，可是被明军围住了，我的腿还被炸伤了。晕了过去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后来我去找您，就只掌握了这些。孩儿还以为傅寒……我没事儿，去帮他看看腿伤。傅寒一定要好好养伤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去吧。谢傅寒。八哥，哎。姑父，玉儿见过姑父。玉儿，斯贝勒的腿怎么样了？大汗，斯贝勒还好。还好？斯贝勒的腿似乎不是炮弹所伤。大汗，您放心，四贝勒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大汗，大汗，傅寒，傅寒，大汗，傅寒，傅寒，大汗，哭什么哭啊？我还没死呢。大汗，你要好起来，你不能有事，要不，他们仨跟我不都成了孤儿寡母了吗？这也是我担心的。大汗，你一定不能有事啊。是啊，傅寒。我努尔哈赤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，看来这白山黑水的神要召我去了。不不，傅寒，大汗，你是我们大金的神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启禀大汗，玉哥哥求见。参见大汗。孩子，过来，你们起来吧。过来，大汗，你好多了吧？我好多了，阿巴亥，还记得当年的大玉儿吗？他是来照顾我的。能服侍大汗是玉儿的福分。玉儿，见过大妃。玉儿参见大妃。啊，免礼。多年不见，你长大了。
韩有旨，将正黄旗和镶黄旗交给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三人，其中阿济格、多铎各领15牛鹿，多尔衮领30牛鹿。十四贝勒原来就有15牛鹿，这下又翻了一番。大贝勒和大妃关系好着呢，这不是摆明要传位给十四贝勒吗？来。不知大汗，您是怎么想的？自从楚英死了以后，这四子的位子也就废了。可是，大汗您还没有立新的继承人。阿巴亥，我的心意你应该知道。你和多尔衮是我最宠爱的人，这个汗位迟早是多尔衮的。那您什么时候宣布多尔衮为继承人呢？他还年轻，也没立过军功，贸然立为四子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这次我们之所以攻打宁远，就是想让他多多的历练一番。可谁知道，哎，大汗，你得想想法子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考虑周全。万能的神灵啊，请保佑我傅寒和八哥早日康复。傅寒是大金的屋顶，八哥是大金的顶梁柱，他们撑起了整个大金，也是多尔衮至亲至爱的人。如今他们都躺下了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。神灵在上，我多尔衮愿意30年的寿命，抵消他们的病痛，换取他们的健康。玉儿，你怎么？多尔衮，你可真傻，你怎么能发这样的毒愿呢？从小就有很多人跟我说，我会长命百岁，减去30年还有70年，够了。我不许你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玉儿，就算神灵要折你的寿命，那也先折我的吧。不，那你也别这样。禀贝勒爷，大妃的侍女阿欢来了。四贝勒，福晋，大妃命我来看看四贝勒的伤好了没。阿欢，你回去告诉大妃，说四贝勒身体好多了。大妃亲自下厨为四贝勒熬了骨头汤，希望四贝勒身体早日康复，今后还要多多仰仗四贝勒。这个不敢当，我最近胃口不好，吃不下东西。这，阿欢，你回去的时候跟大妃说一声，就说四贝勒谢谢大妃的关心。是。大贝勒吃得津津有味，四贝勒推说没有胃口，不肯接受。皇太极真的不肯吃吗？是的。看来皇太极是真的要跟我作对呀。四贝勒，你不吃大妃送来的食物会得罪他的。我若是吃了，会得罪所有贝勒，也会害了多尔衮。傅寒让多尔衮三兄弟做了旗主，很多贝勒大臣都不服，我若吃了，势必他们也对我不满。这倒无所谓，我一向把多尔衮当亲兄弟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不是更恨多尔衮？还这么复杂？
八哥。十四弟。玉儿。姑姑。姑父。玉儿，你受多了。哎呀，照顾大汗固然重要，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我可不想到时候欧无格说我虐待你。姑姑，我很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姑父的腿好点了吗？哦，原本倒好些了，可不知怎么的，这两天又疼得厉害。怎么会这样？出尔济叔叔不是神医吗？我这腿啊，伤到关节了，就是神医也救不了。那怎么办？听太医说，要是能找到雪莲毛髓膏就好。雪莲毛髓膏。哎，哲哲，你阿瓦那儿是不是有啊？我好像见到过，但是已经很多年了。这么珍贵的药材，欧无格一定会留着的。八哥，我帮你去取。多尔衮，别去了。八哥，你放心吧。若要去，你把多多叫上，你们兄弟俩有个照应，我也放心一些。玉儿，你回宫后跟我父汗和额娘说一声，我去科尔沁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嗯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你替我去看看八哥。嗯，我会的。哥，哥，都准备好了。啊。这块玉佩，我从小就带着的，我把它交给你了。多尔衮，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知道吗？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？十四贝勒，多尔衮怎么了？十四贝勒和十五贝勒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说是去科尔沁找雪莲毛髓膏给四贝勒治疗腿伤。调虎离山，老爸，这招够阴险。
他为了保护我，现在生死不明。不会的，端管不会死的。他答应过我，他要平安回来的。朵朵，他在哪儿跟你分开的？柳河。哎，哥哥。玉姐姐。哥哥，你不要去，放开我！哥哥，太危险了，阿魂，快去找他！哥哥，这电闪雷鸣的，你怎么去？万一你有个意外，我怎么向毛骨悚然和大夫去交代啊？苏沫儿，我好像听到多尔衮在叫我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，只有雨声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我知道了。是多尔衮在叫我，是多尔衮在叫我，哥哥，我求求您了，不要去啊！不行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还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一定要去找他，哥哥。这事儿都怪我和四贝勒想得太不周到，让十四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。大汗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。为了大晋的江山，您可不能这么不吃不喝呀。您的身体可不是小事，这关乎整个大晋的命运。为了大晋的江山，您的身子一定要好起来。我的多尔衮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多尔衮，我的儿子，我也难受啊。我的多尔衮，天意啊！不是天意，是人为，是你其他的孩子害死我的多尔衮的。无凭无据的，不能胡说。我怎么胡说了？我知道的，是皇太极干的，是皇太极干的。别说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他能做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他是故意支开我儿子去科尔沁，然后找人去杀他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皇太极，怎么样啊？今天看你气色不错嘛，让我看看你的腿是不是真瘸了。多尔衮的事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哦，听说多尔衮死了，这年纪轻轻的，真可惜呀。皇太极，不要再假惺惺的了啊！多尔衮死了，最开心的应该是你啊！闭嘴！不要让我知道，多尔衮的事是你们干的，饶不了你们。得了吧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现在我已经和阿敏商量好了。准备扶你上位，傅寒还活着呢，你们就想逼宫？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难道你不想当大汗吗？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多尔衮兄弟支开？我跟阿明早就知道你在拉拢其他贝勒和大臣，准备一起干了。你们想怎样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扶你当大汗呢。就是你们这样好心，其实我们很简单，就是想将来四大贝勒议政的规矩不变。多尔衮死了，还有阿济格和多铎呢。终于说出真话了啊，皇太极，你早该这么做了。皇太极，你还在装啊？岳托不是早就让你拉拢过来了吗？到时候阿济格还有多铎，
他们两兄弟失势，起不了什么风浪。若我做了大汗，将来四大贝勒议政之事绝不改变。哥哥，苏墨儿，我感觉我的心都被摘走了。哥哥，你要相信吉人天相，十四贝勒有神明保佑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也不相信神灵会这么残忍，刚刚让我们重逢，你只要把我们拆开。苏墨儿，你告诉我，多尔衮在哪里？多尔衮他在哪里呀？哥哥，十四贝勒现在只是生死未卜，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他就有活着的可能。哥哥，你要坚强，如果您倒下了，那十四贝勒回来怎么办啊？所以您先要自己好好的，明白吗？对，我要等他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等他回来。我不相信他会死，我不相信。傅寒。终于来了，傅寒。孩儿早就想过来了，只是腿怎么样了？多谢傅寒挂牵，没有大碍了。傅寒，宁可多保重啊。我大金的韩王不能是个瘸子吧？傅寒一定会早日康复的。煮豆燃豆萁。斗在府中气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话你知道是谁写的吗？孩儿听闻过，是魏文帝曹丕命曹植所作的七步诗。知道就好。皇天在上，傅寒在前，多尔衮被谋害之事若是我皇太极所为，皇太极愿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起来吧。何必发此毒誓啊？傅寒，我虽不知是何人要危害多尔衮，但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对不住多尔衮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希望是场误会。我爱新觉罗的子孙，行事要光明磊落。什么苦肉计呀，调虎离山，到处滥用，害人害己。傅寒英明睿智，孩儿自愧不如。可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人生在世，有时候为了图个自保，略施一计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用得不妥，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倘若如此，那就是天意了。天意。傅寒，孩儿和多尔衮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，但孩儿明白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。孩儿的夙愿就是和兄弟们携手一起，协助傅寒统一天下。十四弟失踪以后，孩儿日夜祈祷，只盼的吉人天相，平安无事。说得好，有君临天下的风度。傅寒，我皇太极今日向你起誓，不管兄弟们如何对我，我绝不加害，必将善待。
如若为事，天地不容。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，知子莫若父，我了解你，可你也应该知道我的秉性。是，父皇。贝勒爷，十四贝勒回来了。多尔衮回来了。八哥，我回来了。八哥，师弟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可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。八哥，你看，这是芒古斯贝勒的雪莲毛髓膏，幸亏没有丢掉。十四弟，为了这羔羊，你差点丢了性命。八哥对不住你。八哥。是多尔衮对不住你，耽搁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你的腿还能不能好。十四弟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。大汗，大汗。怎么了？那么慌慌张张，出什么事了？大汗，十四贝勒回来了。多尔衮回来了。是的。快，快，快去门口等着，多尔衮回来。马上让他来见我，快去，快去！大汗，再吃点药吧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多尔衮回来了，还吃什么药啊？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我听说多尔衮回来了，是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十四贝勒到。父汗。父汗，孩儿不孝，让父汗担心了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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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孩子，你还好吗？父汗，受了点伤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你这孩子，这么多天了，为什么不找人捎个信儿来呢？多尔衮，你额娘听说你失踪了，一下就病倒了。额娘，八嫂。对不起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回来，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。父汗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还答应过孩儿，带我去打仗。对呀，多尔衮都回来了，你就别说那种丧气话了。哎，来来来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。玉儿可是为你流了不少眼泪，啊！你呀，赶紧去跟玉儿说几句吧，啊！快去，去呀，去啊，去吧。是我做到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平安的回来了。你还说你平安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在柳河边找到你的头盔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差点跳河随你而去。可是神灵告诉我，说你可能还活着。是啊，我还没娶你呢，我怎么能就这么容易的死了呢？你还有心思说笑？你知不知道，要再不回来？我真的撑不住了，玉儿，我的心感受到了你的呼唤，所以我回来了。阿巴亥，经过这么多事，你觉得多尔衮他能继承汗位吗？他怎么不能？有大贝勒辅政。也有多铎、阿济格帮忙，我也可以看着呀。我是怕三大贝勒不服啊。你说他们三个，其实阿敏、芒古尔泰不足为患。我最担心的是皇太极，他城府太深了。大汗，得想个法子对付他呀。都是我。为什么要对付他呢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，任何人都要尊重大汗的意思，如果不尊重，就是不尊重您大汗呢。我是怕引起内乱呢，断送了大金刚刚打下的基业，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大汗，您是要皇太极当大汗吗？他会放过我们吗？皇太极不会这么做的。如果他真的要继位，请大汗赐我一死吧。即使在他手里，我情愿死在我最爱的人手里面。大汗，您再想想吧。参见父汗。父汗，您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这是神灵护佑，这是大金之福。什么神灵护佑？回光返照而已。父汗，不要说这些丧气话，孩儿还要跟着您找袁崇焕报仇呢。不说这些了，多尔衮回来了，情况有变。孩儿知道。知道就好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岂能不知。请父汗成全。成全？怎么？传位给你？孩儿不是这个意思。若是父汗不舍，孩儿愿移居建州，替祖宗守一辈子灵。你想分裂我大金吗？父汗误会孩儿了。你是我得意的儿子，也是我大金的栋梁之才。收回成命，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孩儿感激父汗垂爱，只是孩儿收了这道旨意，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四大贝勒议事改成八大贝勒议事，没人敢乱说。你又何出此言呢？孩儿只怕有人会节外生枝。不必多言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只要你善待其他的贝勒，这个汗位没人敢动。孩儿谨遵父皇旨意，若有违事，人神诛之。
青木河山无定居，花轿深重，牧马凭来去，凭来去。从前有缘一无数，天马金戈，心中黄昏路，黄昏奔波，路荒凉山可遇，一往情深深几许。深深几许，深深心。